他是你妹妹，你是他姐姐，我是你哥哥，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哪里的缅甸？是缅甸的还是中国的？缅甸的。这个是小姑娘戴，是老婆娘戴的，啊？什么都可以戴。戴得很漂亮是吧？嗯。你们是缅甸的，是中国的？缅甸的。缅甸都会这么讲中文，讲得这么好，要甩我几条街了。我最不会讲了，他们说我是乡下土巴佬，乡巴佬，你们讲的多多好。好啊，就有一点点而已。你们来中国来多长时间了？我来了一个月都没到。一个月就这么会讲，要来两三个月更加会讲，成老油条了。几岁？18。你才18，这么一小点。这个呢？16。才16啊。哎呀，两个加起来还没有我大，是不是？对。你老家是哪里？在南坎那边。南坎，坐车多少钱了？才50块。他呢？一样的。你们两个是几个村子里面的？啊。是表妹啊？对，她是我妹妹。她是你妹妹，你是她姐姐，我是你哥哥。啊，对不对？嗯。你们在这边上班多少钱一个月？1800。1800，这小妹呢？她1900。啊，对不对？有反过来。才来呀、啊？才来一个月啊？一个月都还没到啊，我刚进来就。哦，还过一段时间就一个月了啊、哦。这个好不好卖呀、啊？这种。有的人喜欢，有的人不喜欢。我想买两个送给别人的女朋友，好不好？送给别人的女朋友。啊，我自己还没有啊。好啊，可以啊，我帮你挑。可以啊。可以。我去找女朋友，找到女朋友就来找你们买啊。好的。不要跑掉了。好。天天在这里啊。你叫什么？啊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叫小小。小小，他叫大大，是不是？叫你一个回去，他说有事情。哦。哦，一个回去哦。看见。哦。你叫什么？我叫月月。月月，他叫小小。嗯，好的，我叫大大啊。我们是朋友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做朋友？啊，我是哥哥，你是妹妹啊。你们才来呀，坐在这里啊。啊哈。这缅甸小妹妹跑到这边来买的中国的翡翠，他们在这边你看好开心啊。在中国好，好在中国好还是在缅甸好？哪里都好，都好，开心最好，是不是啊？好的好的，明天有空了来找你们，我来买两个啊。我现在就去找女朋友，找两个就买两个，找三个就买三个，好好不好？你看好，那我过去了啊，再见。哎呀，你看多开心啊！这缅甸小阿妹来中国，在中国买翡翠买珠宝，他们在缅甸那边工资也不好找，在这边嘛，他来讨生活。好了，我们明天再来找他。